喺呢度系我主场嚟。欧阳耀聪对观塘波地有深厚感情。五点踢到八九点，日日都咁样踢啦吓。如果礼拜六日放假就真系晏昼踢到夜晚，踢到熄灯咯，即系呢度熄灯系十一点啊。日踢夜踢，他读小学五年班嗰阵已经被费玉通睇中，仲因为脚法好，被称为神之子。我自己特色可能是扭波，我而家做呢个系丝弹转身。我要做嘅系丝浪插花。呢个是大智慧扭波，他亦都遇过低潮，去年突然想不踢波，走去读书，踢踢下好像踢到不知道。